你收留过流浪狗吗？有啊。我收留那只流浪狗，你当我的顾问，好不好？虽然这些已经违反我的原则，但我仍然愿意再给你一个月的宽限期。真的吗？哎，你之前不是对他很感冒吗？怎么现在突然那么关心他？你知道吗？不是我完全无法理解他头脑在想什么。如正清灵、台式东森联合现应。